歡迎大家嚟到Colony Kids SOS。如果大家之前冇睇過呢個節目咧，咁其實就係 Eaton HK 喺2020年4月開始嘅一個 interview series 啦。咁我哋會訪問一啲本地嘅一啲藝術家啊、change maker 啊、creative 嘅朋友啦，咁就去分享一下佢嘅一啲對社會或者個人嘅一啲 insight 啦。咁今日好開心可以請到周思中啦。咁通常我哋都會開始 with 一段 self introduction of guest 啊，咁可能有啲朋友仔都唔識你，咁或者你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哦，各位好，我叫周思中啦，咁啊可以嗌我平時啲人嗌我阿周嘅咁樣，我就自己介紹自己，我係一個農夫，跟住但係我又係一個研究生咁樣，即係意思即係我係一個，我早幾年啱啱就喺嶺南就讀完一個 PhD 嘅學位咁樣，咁跟住我做嘅 topic 咧就係本地嘅戰後農業，咁所以我就即係類似我大絕大部分嘅時間就係落田嘅種菜賣菜嘅，我真係一個賣菜嘅農夫咁樣嗰種農夫嚟嘅咁樣，咁跟住與同時我就都一路都有興趣係香港成個農業嘅演變啊、發展啊咁樣啦。咁啊最近咧就啱啱就出咗一本書啦，咁樣就叫做《夕陽的光》咁樣，咁就主要就係講80年代左右以嚟香港嘅嗰、那個。種菜即係蔬菜啦，種蔬菜呢一個部分嘅農業嘅演變咯，一路點樣變到嚟而家咁樣，咁大概係咁樣咯。咁我都知道啦，即係其實你即係呢本書係好似結合咗你即係 PhD 嘅 thesis 啊，到我之前都有睇你訪問，你已經種咗可能10年菜啊，咁會唔會開始即係分享少少，即係當初點樣會即係進入呢個農業呢個實踐咧？哦，可以點解會進入呢個農業實踐？就真係要講翻好耐之前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就有。神秘嘉賓這個神秘嘉賓係啦，佢叫做周藝苗，就係小女啊。咁其實係大概12年前到啦，2009年都好耐之前噶啦，咁樣樣。咁其實嗰陣時就因為一條村嗰條新喺新界有條村就喺元朗石崗嗰度嘅，就叫菜園村咁樣。咁嗰陣時因為政府就開始有啲動作就要起高鐵咁樣，咁要做一啲前期工程啊、收地啊等等嗰啲，咁啊菜園村咁啱就係而家嗰個高鐵嘅嗰、那個嗰啲基建嘅嗰個維修車廠附近嘅嗰個範圍，咁就參加咗啲即係嗰陣時嘅護村嗰啲活動啦，咁樣咁嗰陣時其實第一次行入去新界嘅農村嘅咁樣，咁啊以前咧其實我。好長時間，即係我喺九龍出世，我喺東九龍出世，即係觀塘牛頭角九龍灣嗰頭大嘅咁樣。咁參加嗰、那個湖村嗰陣時咧，咁其實我住喺Eaton附近嘅，我係住油麻地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去到我去到嗰陣時咧，我都即係大致上係一個徹底嘅 city boy 嚟嘅咁樣，咁啊行山，即係我雖然個人膚色比較黑，但係嗰啲咩行山遠足啊嗰啲就完全冇興趣嘅咁樣。咁所以第一次去到啲新界農村係好即係簡直係震撼嘅咁樣，咁又好似覺得喺新界農村，即係鄉，其實都嗰啲都唔完全可以叫農村啊。我哋去嗰陣時，咁但係。即係嗰度嗰啲人其實反而你可以話佢哋半農半 X 咯，佢哋即係佢哋屋企都係有人種嘢，亦都屋企嘅家庭活動咧都 keep 住有一部分係種田，咁但係亦都有啲經濟，即係有啲收入啊，或者有一啲活動其實係同市區或者同嗰啲都市生活係密不可分㗎啦咁樣。咁但係就覺得即係呢種生活係好神奇喎，即係好似
有一種即係佢嘅依賴少好多嘅咁樣樣，即係起碼同我哋市區嘅人嚟比，即係市區就零啦。即係如果我哋講即係應該市區個依賴度係一嘅話咧，咁其實農村咧就譬如佢喺佢哋點樣使用空間啊，佢哋食物供應，即係譬如佢哋可以自己種菜，以前仲有養雞啊、鵝鴨啊、豬啊呢啲咁樣樣咧。咁令到佢哋咧，即係雖然唔係好似我哋城市生活各樣嘢都咁方便、咁準時、咁即係 just in time 咁樣樣嗰種。咁但係咧，佢哋換嚟嘅咧就係一個廣闊嘅天地，同埋即係一啲好味啲嘅嘢咁樣樣。咁即係呢種咁樣嘅 combination， 即係呢種咁嘅生活嘅 combination 咧，其實喺嗰陣時咧，我係即係作為一個完全嘅 city boy 咧，係好似真係完全，即係哇嚇哇一聲咁樣樣咯。咁跟住就覺得啊，咁好似可以去學種嘢，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即係模擬得到少少佢哋呢種咁樣嘅生活，或者即係可唔可以即係生活可以傾向多少少佢哋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多啲咧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嗰啲叫做翻唔到轉頭啦，咁樣就到依家咁樣，係啦，包括呢個都翻唔到轉頭啦，生出嚟啦咁樣，係咯因為我最初對你嘅認識啦，即係 before 可能即係菜園村啦，咁都有即係可能喺啲報紙啊或者聽過，即係你係搞緊一啲可能社會運動嘅嘢啊，咁即係你而你哋都嗰、那個 generation 其實都頗為係 define 咗，即係我哋而家點樣去睇一啲本土嘅一個開始或者開端啦、啊。我覺得啦嚇，咁你會點樣睇？即係可能一路走落嚟由搞社會運動到做咗一個農夫，好似即係慢慢 focus 一個另一種嘅改變。點解會嗰樣嘢會可能更加 attract 你去做，而 instead of 可能繼續即係投入多啲喺嘅嗰種改變社會嘅模式？嗰個都出乎我意料，完全出乎我意料㗎。即係我第一次走入一塊田要去開荒開墾嗰陣時，我係完全冇想象過我今日會係咁樣嘅。咁我諗主要就係因為其實係我哋讀書冇教啫，或者我哋因為香港真係冇呢個行業或者冇呢一個領域咁樣，咁所以我之前即係而家，總之而家嘅感覺就係，或者點解會一頭栽進去，跟住同埋即係越嚟捉深陷，就係其實好即係好多好幾個方面啦，就係即係種植咧，其實佢本身都真係，其實種植係一個人類其中一個可能你揾翻，甚至乎你揾翻嗰啲考古記錄，其中一個人類最源遠流長嘅活動嚟嘅咁樣樣。咁你話種嘢人類種嘢種咗一萬年，我哋而家係咪好叻咧？咁樣咁我估唔係咯，可能係越嚟越走歪路咯，即係喺即係大局嚟睇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吸引我或者令到我一路會一路有興趣做落去，就係因為我覺得即係種植其實係一個即係喺學習上係一個無底深潭嚟嘅，即係我哋譬如一年可能四季，我哋會喺香港可以種到嘅品種，你當有五六十樣咁樣樣。咁你想專精其中一兩樣咧，可能已經即係窮你一生嘅時間㗎啦。咁樣咁啊，更何況我哋咁貪心想種幾啊樣嘢咧？咁即係嗰個本身係一個魅力無窮嘅一個深淵嚟嘅，本身已經。咁其次就係、是。即係自己了解越嚟越多咧，就即係覺得嗰個所謂改變咧，我而家就真係會
即係可能係喺另外一個 layer 嗰度去睇咯，即係唔好話改變個社會啊，你改變你隔離嗰個人啊，你改變你自己都已經係好困難咁樣。咁但係就唔係話唔改變咯，而係話譬如即係種嘢咧，佢其實係馬上接通好多我哋覺得好遙遠嘅問題嘅，即係例如啲氣候嘅問題，例如啲生態嘅問題，例如能源啊、資源嗰啲問題咁樣。咁如果嗰啲問題顯得太遠太抽象咧，其實就真係好似嗰啲古語有云咯，即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咁樣。我哋如果可以喺我哋自己嘅塊田嗰幾萬尺嘅範圍入邊，即係可以自己試到一啲 system 或者一啲 routine 一啲 practice 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塊地係即係我哋種得好過我哋啱啱開始租嗰陣時，即係意思即係話我哋冇 exhaust 嗰塊地，我哋冇立咗一啲未來其實人哋可以用嘅嘢，而係話調翻轉我哋離開呢塊地嘅時候，佢係好過我哋啱啱嚟嘅時候。咁咧，我就覺得其實呢種改變咧，嗰種珍貴咧，係只不過我哋唔識得去 appreciate 咁解嘅啫。咁但係即係種嘢嘅人咧，其實就我估就會好切身咯。咁雖然當然啦，香港種嘢人好少啦，咁所以對於唔係太多嘅人嚟講，呢樣嘢係顯得好切身咁樣。咁但係即係地球幾廿億人咁樣。咁你始終都，就算嗰啲人唔喺香港，即係種嘢俾我哋食嘅人唔喺香港都，佢都係喺 somewhere 有啲人，佢係喺個地上面勞動緊嘅咁樣。咁其實我反而覺得而家我啲認同係同嗰啲遠方同我嘅即係啲咩啊？我喺遠方嘅同行，或者我喺遠方嘅行家嗰個認同就會越嚟越深咁樣咯。因為大家其實都係即係喺佢自己嘅處境嗰度，係即係想去處理嗰啲睇落、聽落好遙遠、好似我哋唔知道點樣去對待，即係處理嘅問題咁樣。咁我估係咁樣樣咯，即係所以嗰個改變嗰樣嘢就而家就有個唔同嘅睇法，同埋即係可能著力點咁樣樣。嗯。你啱都即可能有講到，希望當你嘅種植會令到個土地即變得即可能更加好，或者滋養緊個土地啦。即我有少少咁嘅理解啦。咁其實你點樣睇？即可能越嚟越多可能有農民去投入啲有機或者可持續嘅種植嘅方法，而某程度上可能呢類型嘅農業又成為咗。即有少少成為咗某一類型，即係環境保護嘅一個分支，或者 merge 埋，有少少 merge 咗一齊啦。咁但係本身可能農業嘅 nature 都有少少改變緊個環境，即係嗰樣嘢其實係為咗人類嘅一啲利益啦。咁你點樣睇？即係可能呢兩者間嘅衝突啊，或者之前咪成日講野豬嘅啲城市人，但係農民係都幾唔中意野豬去即係。係咯，即係破壞佢哋農田去揾食，即係點樣 balance 或者呢兩者之間嘅關係？呢個好問題嚟嘅，同埋係一個唔係咁即係我都冇一啲快速同埋簡單答案嘅一啲問題咯。你講冇錯嘅，即係農業其實係地球上面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污染源嚟而家。咁佢污染在於，因為佢點樣啊？喂，大伯，即係佢在於，因為其實而家地球上面即係好大部分嘅農業活動，佢基本上都係即係石油化工嘅蒸氣啊，真係，即係佢係石油化工嘅引軍子嚟嘅，即係佢冇咗。大型機器冇咗，即係呢啲便宜嘅能源咧，其實就好大問題噶啦，咁樣樣。咁我諗我唔
我又真係好似頭先話齋啦，我冇一個 quick fix 啦，冇一個快速嘅解決方法啦。但係我睇到嘅咧就係、是、即係對於呢種發展方向嘅不滿咧，其實已經唔再係一啲即係曲高和寡嘅聲音咯。嗯。咁因為譬如我始終都係想講，因為香港嗰個情形咧，其實係令到我哋好難想像地球上面其他的食物生產者的處境嘅，即係包括譬如最低下最簡單就係、是、譬如香港係冇放牧呢種農業活動嘅。放牧嘅意思即係養牛、養羊、養即係養殖咁樣樣啦。咁但係譬如如果你即係其實我睇好多書，哇！即係我睇好多書咧，其實佢都有講到咧，即係譬如地球上等等，好意思啊，唔緊要。佢邀請大家睇下佢成為一個農女人啊。咁樣佢自己匿入個貓籠入邊啊？係貓定狗嘅籠嚟啊？係係一個貓籠，佢自己匿入。係啦，我繼續先啦。咁樣即係其實你譬如你唔好話嗰啲我哋心目中嗰啲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嗰啲啦，即係譬如美國、澳洲、紐西蘭、歐洲，其實你做一個即係你養牛養羊，即係呢啲咁嘅行業咧，其實都係有好多人喺度做嘅。咁呢即係 even 係呢啲國家嘅人咧，其實佢哋都越嚟越即係覺得嗰種依賴化石能源嘅做法咧係持續唔到落去。無論係即係佢哋個農民本身係會不斷咁樣負債、債台高築，即係根本你借咗個錢係唔可以，即係你同銀行去借錢去。應付你新一年的開支，跟住你會發現你養牛，跟住譬如甚至乎你係去生產牛奶，即係你嘅收入其實係還唔翻，即係還唔曬你嗰啲債。咁呢個一方面，咁另一方面就係、是、佢哋即係近幾十年嚟嗰種最主流嘅做法，其實係不斷咁樣喺度 deplete 緊嗰個泥土嘅質素，跟住佢哋種嗰啲草，即係佢哋要即係如果佢哋不是完全食飼料的話，他們都是要養，他們要一個面積的地方，其實是種一些牧草出來給他們的牛養吃的。那些這樣的飼料的，就是那些牧草的質素又越來越差，越來越差又令到他們的最後出來的產品的質素又越來越差，那又令到他們越來越還不到他們一開始借回來的負債，就是無論是經濟上又好，生態上又好，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其實行到落去嘅嘢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係越嚟越多，即係科研啊，即係有好多即係科研，即係外國嘅科研咧，其實就係即係想去 address 有冇一啲方法係可以繼續放牧或者繼續種植，係可以俾我哋即係搣甩以前嗰種對自由化工嘅依賴或者動力咁樣樣，即係。不知道會不會啲聽眾或者周先生有冇聽過？譬如有啲 term 而家都應該都比較可能都會有人聽過，就叫做啲即係所謂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咁樣，即係中文就叫再生農業咁樣啦。咁其實嗰啲好多就係即係覺得我哋嘅農業嘅技術咧，其實已經去到一個關口咧，其實我哋係即係要。面對人類其實好像不可以好像70年前80年前那些時候開始那麼自信，或者即覺得我們已經可以即取代到譬如植物的光合作用，或者即食物鏈之間那種互相依賴樣的，即是不要覺得我們真的可以做一些東西來取代這些東西。所以反過來他們就是回轉頭就研究很多譬如泥土入邊嘅生態啦、真菌啊、細菌啊、昆蟲同草之間嘅關係啊、病同昆蟲之間嘅關係啊、咔哩咔啦呢啲咁嘅嘢，咁就想即係令到農業重新變翻一個可以
即係 nourish 呢個大地嘅一個活動，而唔係 deplete 呢個大地嘅一種活動咁樣。咁我諗即係係咯，即係見到嘅趨勢就都幾明顯有呢一種選項咯。咁所以可能就係、是、譬如如果你真係我諗真係要講話嗰個改變嘅契機就係、是、即係如果多啲人去支持喺呢一種即係 management 嘅方法底下生產出嚟嘅嘢，令到即係呢一種做法係比較 viable 嘅話咧，咁無論由科研去到嗰、那個即係 market 嘅 structure 等等嗰啲嘢，其實都會有嗰、那個即係擴大嘅機會咁樣樣咯。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可能俾兩條菜你，一條$10，一條$100咁樣，咁啊大家都覺得唔使諗噶啦，一定係揀$10一條啦，因為自己荷包都揞出嚟嘅咁樣樣。咁但係我哋都慳咗幾廿年啦，即係。我哋即係慳咗呢幾十年，我哋其實就即係睇唔到嗰個所謂嘅嗰啲代價或者嗰啲所謂外在成本咁樣樣咯。咁啊所以係咯，即係見到而家有呢個咁樣嘅趨勢，或者見到有一啲即係越嚟越多呢啲科研咧，其實我諗即係對於農夫嚟講咧都係開心嘅，因為起碼佢會知道即係真係唔係淨係得嗰種化石。即係石油化工嗰種農業呢條路咯，係咯，你啱都有講到，即係可能身為一個農夫咧，要面對好多即係經營嘅困難啊。我記得睇你本書，你都可能有即係提到啦。如果冇記錯，係咪即係可能一個農民嘅佢即係嘅月嘅收入咧？即可能都係7000到，可能萬松啲，差唔多呢個 range 定我唔知我冇記錯。其實農夫應真係冇固定收入嘅，即係有一啲季節可能會旺啲，有啲季節可能會窄啲咁樣咯。咁我又好似冇唔記得我係，可能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啦，即係冇乜特別其實冇特別嘅，即係譬如但係譬如30年前、40年前嗰啲農夫咧，即係譬如如果我父母係農夫，咁我父母年青嘅時候嗰、那個時候嘅香港咧，其實耕田係好好嘅。其實我做好多訪問咧，其實有好多人其實佢係放棄咗市區嘅職業咧，去耕田咁，跟住或者去養。豬養雞嗰啲去養大一頭家，跟住供曬啲可能3、4、5個兄弟姊妹去外國讀書嗰啲，跟住又買埋樓啊、買埋地啊嗰啲，其實係全部 OK 嘅咁樣。而家就好窄咯，即係而家係困難，而家係好困難啦。即係主要係因為即係嗰個行業收縮到一個地步，就係連嗰啲行業嘅配套都冇埋。其實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問題咯。即係唔係話農夫種唔到菜咯，而係話種到菜之後咁點咧？有冇車去市場咧？有冇個市場喺度咧？咁樣樣，即係諸如此類呢一系列嘅，即係一連串嘅嘢咁樣樣咯。係啊，所以係咪7000我唔記得咗，但係有當然有啲大規模啲，即係種地多啲嘅農夫，咁佢哋就梗係可以勁啲咁樣樣啦。咁其實呢樣嘢會唔會都係有少即係嗰個？即係個 incentive 去投入呢個農業嘅生態，因為即係嗰個經濟利益實在太過低，而令到即係年輕人好難去投入呢樣嘢。但係近呢10年係咪自從即係有少少你哋菜園村到可能忘記一啲即係事件，令到更加多年輕人投入，但係佢可能維持緊係咪都一種半農半 X 嘅？你頭先都有講過一種模式比較多，即係。比較多咯，我見到嘅都即係真係破釜沉舟咁樣，即係掉曬嗰啲 slash 去嗰啲人，其實係好少嘅。因為我諗嗰個收入都係同好多嘢有關嘅，即係譬如我其實我自己都有段好長嘅時間，我係一邊喺大學度教書，一邊即係種嘢咁樣嘅。
咁我自己個 case 咧，即係呢個係個人經歷啫，即係就不代表呢個行業立場嘅咁樣。其實我會覺得成件事係有啲搞笑嘅，即係我其實我即係教書嗰啲時候咧，其實我可能一個禮拜，即係我哋每以一個禮拜嚟做單位啦。咁一個禮拜入邊咧，我可能有八成至到八成半嘅時間咧，其實我喺個田度播撒緊嘅咁樣。咁即係所以我花喺耕田同埋教書嘅比例，你姑且當八二咁樣先，咁樣嚟計啦。收入就調翻轉咯，即係收入就二八咁樣樣咯。咁就係好懷疑人生嘅，就係、是、究竟發生啲咩事咧？即、就、係、是、我哋個社會嘅即係 valuation 嘅系統係咪即係出咗啲問題咧？咁樣樣咁即係呢啲嘢其實係令到我嗰陣時都會。好猶豫我是不是我好不好即是破釜沉舟就斬了那個教書這一範去那我就專心投入去種東西那些都會有猶豫咯所以將心比己就不難理解咯樣 但我想說即是如果我們即將這些東西看為一些即是 personal 的即是如果我們 personal 看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不是太過全面因為始終都是我們在可能香港其中一個最殘缺的行業裡面去學習開始入行即是 去入行咯所以我們要 deal with 那些東西就除了是我們自己的種植技術之外還要好像剛才說齋我們種了東西出來誰知道你種了東西出來 你賣給誰啊跟著我們的農場到現在都是不拿有機認證的我們是沒有有機認證我們是不力不申請有機認證的樣、大家就連那個即可能即最輕易的 identification 都看不到我們有的樣即是種種這些東西就變了就是令到我們想持續地在這個行業那裡 去做下去呢就其實 很不容易咯咁所以係哦，即係我諗都唔係話自己個人夠唔夠 tough 啊，夠唔夠 strong 嗰個問題，而係話即係真係個行業係其中一個香港即係最殘缺嘅行業咁樣。咁所以你要入行咧，其實就真係要一個即係你一係疏疏地嘅咯，即係你唔諗後果啊，或者你亦都即係不問收穫，不問又不計較後果咁樣，咁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啲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一有多少少其他嘅顧慮啊，或者其他嘅責任啊嘅時候就，即係個行業好唔 ready 一啲人去入行咯，其實係嗰個方法嚟講，我諗係。但係我見你寫即係呢本書，你都話想即係我唔知有冇理解錯，即係有少少。即係打破可能即係大家對即係香港農業式微嘅有少少迷思啦，即係通過可能梳理翻歷史到而家咁，你會點樣睇可能未來咧？即係未來可能香港農業嘅未來係有冇啲即係更加正面啊？未來我 OK 喎，我覺得即係其實係會，我覺得唔會再一路縮入去，即係縮落去㗎啦，因為其實都。已經可以話縮無可縮咁滯嘅咧，其實我啱啱好似早一兩個月睇到啲香港即係活躍嘅陸地面積係繼續升緊㗎，即係香港係啲人復耕土，即係將啲農地去復耕翻嘅數目係越嚟越多，以至到香港而家嘅活躍嘅農地面積係即係應該係呢三兩年係一路喺度增長緊。而我譬如我自己即係有經歷嘅呢十年八載或者十零年咧，咁其實其實有好多好似半途出家嘅農夫或者農場，即係例如好似我哋咁咧，其實我哋要自救咧，咁我哋都會慢慢。會即係形成咗同埋凝聚咗一啲唔同，即係喺個即係你想象一個行業係一個
產業網或者個產業鏈咧，咁農場以外嘅角色咧，即係或者農場以外嘅單位咧，即係可能一啲餐廳又好啦，一啲即係共購嘅單位，一啲賣本地菜嘅小店，即係等等呢啲咧，其實感覺上係都真係一路出現緊嘅咁樣。咁呢啲嘢嘅出現其實就 support 緊一啲有菜攞出嚟賣嘅農夫，其實係可以即係 turnover 得到咯。咁佢 turnover 得到，咁佢就可以繼續種落去咯。咁所以咁加埋當然就譬如即係啲而家譬如大家都會好 aware， 譬如啲食物安全嘅問題啊，以至到即係譬如因為香港身份，咁所以即係對於進口菜，尤其是某啲地方入嚟嘅進口菜嗰啲，即係嗰啲警惕啊，或者譬如嗰、那個即係總之 awareness 會多咗。我覺得所有呢啲嘢咧，其實都真係令到我覺得咧，即係譬如。而家想可以做農夫，同我十年前開始，即係我哋十二年前開始想去做農夫咧，即係而家嗰個成個環境應該係會好過我哋嗰陣時啲啲咁嘅嘢，即係唔係好好多，但係係好咗啲啲，因為多咗人去從事成個呢個產業網入邊嘅唔同崗位，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好重要嘅嘢咯。所以我頭先話係好難。而家好難，以前都好難，一路都係好難。但係即係嗰個條件或者嗰個 infrastructure， 而家我感覺上係進步緊嘅咁樣樣。咁樣咯。咁頭先都問咗比較多關於可能係農業嘅嘢啦。咁不如即係問一下，即係可能 in general 你對即係可能。個世界或者個人嘅有少少睇法啦，即係譬如可能近幾年即係而家我哋維持咗好耐一個 pandemic 嘅一個情況啦，咁其實有冇即係點樣去影響到你自己嘅生活咧？即係喺呢幾年入邊，即係呢三年到三年。影響係。我想是一個疫情，它將我們原本的某種 interconnection cut 斷了嘛，即譬如貨運也好，人的流動那些等等那些都好，cut 斷了。咁而我，因為我哋咁啱喺呢個食物生產呢一行入邊啊嘛，咁所以其實呢兩年我諗我哋就真係麻木地種嘢咯，要即係一路就要狂種狂種狂種咁樣樣，因為感覺上好似嗰個需求係好喺度嘅咁樣樣，咁。咁呢個好唔同嘅，因為我哋以前其實我好長時間，即係可能啲十幾廿年咁樣樣咧，我都係慣咗放暑假就要去，我都即係我唔係一個好探險嗰種去旅行嗰種人啦。咁但係我其實都好習慣，就係放暑假就揾個地方可能去攤翻一個月啊，即係周圍去行下望下咁樣。咁而家就係連呢個機會都冇埋咧，咁有乜好做咧？咪喺落田咯，咁樣咪繼續種嘢咯，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就其實呢兩年我自己喺種嘢上面咧，同埋因為亦都加埋因為其實農業3.0呢個項目，即係出啲本書要做嗰啲 research 咧，咁其實就。我覺得好似我自己就入咗個精神時光屋咁樣樣咯，即係種嘢就一方面啦，咁跟住就去喺嗰啲即係去做農夫訪問，咁去做農夫訪問咧，咁我就即係都係又為公又為私啦，咁啊為公就係要收集即係做 research 咁樣啦，咁為私其實就係去同啲農夫偷私啊嘛，即係睇下究竟香港種即係企得穩、企得到喺度嘅農夫，其實佢哋係點樣種嘢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幾兩年就，我覺得好個人嘅嘢就係，因為我哋即係切斷咗好多同外界嘅聯繫咧，咁就變咗好似
即係我哋又冇得 work from home 噶嘛，我哋個 home 就係喺我哋嗰塊田嗰度，所以其實就就變咗即係一路就做到冇停，同埋好感受到，其實真係好感受到我哋而家香港，譬如農地好少，農夫好少，但係即係當一有事，即係即係國家需要你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即係我哋就係好似係。僅餘仲可以為香港供應食物嘅嗰啲人咁樣樣，咁呢個感覺係真係好似，即係好似國產零零七咁樣樣，即係真係一條底褲、一卷廁紙都有佢嘅功用咁樣樣。我哋就係嗰卷廁紙或者定還是嗰條底褲咁樣，咁樣樣咯。咁所以即係係啊，我哋又冇閒，即係冇得閒咗，跟住又即係冇，即係呢個行。我哋呢邊就真係好，我嘅感覺係冇乜蕭條過咁樣樣。呢兩年其實係一路枕住都係要係咁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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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怪嘅。但係即係做得嚟又唔使接觸外邊乜滯太多咁樣樣。咁所以即係譬如我都係最近先至即係因為要去學校做嘢，所以先至焗住要打兩針。我之前都係都。跟外界接觸比較少咁樣樣咯。嗯，咁你頭先都話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可能即係個 pandemic 就令到即係大家都著緊翻哦，原來咧即係香港都可能即係需要有自己嘅農業，即係先會有自己的食物啦。因為即係啲貨運又斷絕啦。咁其實你會預計可能未來即係可能 pandemic 完咗，可能其實香港人又好似唔忙，跟住其實又。即係會翻去之前嗰個狀態，又好似好輕視翻，即係其實呢個 issue， 即係其實未必係即係真係會可能會某個覺醒啦，即係咁講好似好大，即係會令到香港人更加去購買本地農夫嘅食物。我唔係啲特別樂觀嘅人嚟嘅，我咁所以我即係個睇法係咁樣咯，就係有啲嘢咧就即係有啲嘢叫習慣，有啲嘢叫記憶嘅。咁啊習慣就未必形成得到嘅。咁因為即係各種原因啦。咁你始終大家都係一棵菜咁樣樣，咁啊平啲就係平啲咁樣樣。咁但係記憶就會喺度嘅，我相信。咁我買，即係個記憶，佢即係記憶係一啲會生長或者佢會自己再聯繫嘅一種東西嚟嘅咁樣。咁我咁樣睇咯，所以就其實即係開個玩，即係我哋都有時同啲拍檔喺度講開玩笑咁樣樣。其實四月底開始堂食開翻啊嘛，跟住啲單即刻跌咗四成啊，嗰啲咁樣樣啦，即刻，即係其實嗰個反應係快到極點㗎，真係，即係好靈敏嘅啲人啲反應，即係我哋嘅開玩笑就係，即係啲人即係好似餓鬼咁樣就即係衝出去揾嘢食啦咁樣，咁啊可以理解嘅，我自己都想出下街食飯啦，其實咁但係我意思就係即係記憶，我相信就冇咁容易會唔見咗嘅，即係佢可能都係擺咗佢個腦嘅某個 corner 咁樣樣，咁但係嗰啲擺咗 corner 嘅記憶都係擺咗喺度咁樣咯，咁可能第時又會因為另外一啲情況就會聯繫到佢嚟緊唔知某個唔知幾時嘅一個未來嘅一個情況咁樣，咁又生另外一啲嘢出嚟咯，因為對我嚟講都唔係，即係今次都唔係即係第一次啦，其實譬如我以前。即係再好耐之前沙士咁樣樣，其實大家都係喺嗰個時間係好 reflect 嗰啲，即係譬如我哋嗰種繁忙啊、都市生活嗰種密集啊、郊外唞啖氣，其實即係佢唔係好昂貴，但係其實佢好珍貴啊！即係呢啲咁樣嘅東西，其實係即係沙士好似都大概經歷過一次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嗰次短啊嘛，即係相對嚟講比較短，幾個月咁樣就過咗咁樣，咁所以佢影響我哋嘅生活唔係話真係好深啊嘛，咁嚟到今次咁樣，咁即係所以
即係冇㗎，即係啲嘢就好似你掟粒種子落地咁樣，咁佢唔係即刻生到啲嘢出嚟嘅，或者就算佢生到棵樹，佢都唔係第頭兩年就有果實咁樣樣。咁但係你生到棵樹喺，即係嗰棵樹種咗喺度，咁就喺度咁樣。咁佢總有一日會結到啲果，總有一日會掂到人咁樣。我嗰個神奇喎，其實我話 Q 嘅，其實。其實都想問多少少，即係我諗你訪問跟住即係個過程啦，即係做嗰本書做 research 啊，即係除咗即係有一啲好即係理性嘅數據啊，又或者嘢啦，即係其實當中你同佢哋嘅交流應該係有好多嘅故仔咁，即係同唔同嘅農民啊，或者唔同嘅農業生產者，會唔會當中有啲？乜嘢最深刻嘅記憶，但係又可能本即係本書都冇 include 到啊，或者有啲好 personal 啲嘅嘢可以分享。我諗唔係即係都有點樣講咧？我諗，如果我可以嘅話，我想即係解釋一下本書嘅書名。嗯本書的名字叫《夕陽的光》咁樣啦，咁啊就俾人笑，就喺度即係改個好似一首歌嘅名咁樣，即係本書個名好似嗰首歌嘅名咁樣，好似好怪咁樣。但係我其實成個研究嘅過程，我好有感覺嗰樣嘢咧，就係即係嗰個情景就係，譬如如果我哋以近三十年、四十年嚟睇，其實喺呢個行業嘅人咧，其實佢哋全部都係切身地體會到、體會緊嗰個行業嘅即係萎縮，跟住個行業嘅即係一路縮細緊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因為冇人有水晶球噶嘛，即係唔知道呢個縮係短暫嘅縮啊，定還是係不可挽回地縮啊，定還是係縮好短時間啦，定還是會縮好耐咁樣。咁我好大嘅感覺就係、是、我去訪問嗰啲農夫咧，佢哋其實就係喺呢啲時候，即係 even 佢 feel 到佢 feel 緊。個行業縮緊，佢痛緊嘅啦，咁樣樣，佢哋都繼續去落種子，佢哋都繼續去種咁樣樣。咁其實如果唔係有呢啲人喺度咧，咁其實就真係零嘅啦，香港嘅農業就真係變咗零嘅啦，咁樣樣。咁而就係因為仲有啲人，佢明知個市唔好，或者個市會越嚟越唔好，佢哋都。因為落種子其實是一個即係好有儀式感嘅嘢嚟嘅，就係你要對個未來不至於完全絕望，你先會落種子嘅嘛。即係如果你知道聽日嘅世界末日，你落乜鬼啊？落種子就代表佢覺得三個月後或一兩個月後有嘢割嘅，佢嘅生活就 invest 咗喺佢落種子嗰刻後嚟兩個月三個月啲菜可以賣出去嗰刻咁。咁所以咧，即係嗰啲，即係我嗰個好，即係我嗰個好深嘅印象就係、真係香港係我哋嘅，即係對於農業嘅記載啊，或者嗰啲論述啊等等嗰啲咧，其實我真係覺得係 miss 咗，或者其實係從來都冇記錄到，即係呢一種盲目嘅樂觀嘅啫。即係或者其實呢種你真係唔知道佢邊度嚟嘅信心或者信念咁樣樣。咁而你好，即係如果你真係個人好鬼理性咁樣去評論評價嗰啲，你就會真係覺得其實佢哋係真係唔係好理性嘅。其實佢哋即係咁，你都仲做落去咁樣。咁但係就偏偏就係因為有啲咁嘅人咧，咁香港就起碼。那個行業不會真係完全好似點啊 ？evacuate 咗，全部即係走到完全冇曬。
咁我哋呢啲後嚟無啦啦，因為即係即係神推鬼拱接觸到呢啲嘢嘅人咧，佢先至仲有啲咁多嘢，好似一個嗰、那個叫嗰、那個叫咩？即係一個 crystallization 嘅過程啫。你一開始你有一粒嘢喺度咧，咁 crystal 先至可以慢慢凝聚出嚟嘅咁樣。咁如果一開始嗰粒嘢，嗰粒好細粒嗰粒嘢唔存在嘅話咧，我哋就變咗遊人野鬼，全部就唔知黐埋去邊度好噶啦。咁所以嗰個夕陽的光其實就係想 refer 緊佢哋喺嗰個成個行業。如果我哋好離身咁樣睇，其實走緊下坡，但其實佢哋喺度發緊光嘅啫。即我哋如果連佢哋喺呢個 moment 嗰個光發緊嗰個光，我哋都唔嘗試去捕捉佢，或者唔嘗試去 recognize 有呢個光喺度咧，咁其實我哋就其實好似真係成個故事就會變咗哦，因為農業唔值錢，所以佢就冇咗啦咁樣，個故事就會變得簡單到咁樣啦。咁係一個好係咯，佢就會係變咗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最深刻嗰樣嘢就～即本書就好難講頭先嗰啲嘢啦，咁啊，但係就將佢嘗試濃縮喺個書名嗰度。嗯。咁啊，但係書嘅內容其實就係比較正面啲咁去講好多，其實啲農夫其實佢哋真係一啲即係好靈活、充滿智慧、好識得隨機應變、就地取材、因時制宜，咁樣樣你先至可以喺一個咁唔favorable 嘅環境底下去 survive 到而家咁樣，咁所以即係書入邊有好多部分就其實係記錄呢啲嘢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個情調或者個情懷就喺個書名嗰度咁樣。我覺得真係好浪漫，突然間又覺得呢樣嘢嗰種好嗰種好麻木嘅正面。仍然對未來抱有個希望，但係少少嘅都係噶，都我都我就係好有呢種感覺咯，就係、是。好開心今日可以同你傾偈，我諗我哋今日都即係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即係有機會都可以去邊個書店可以買到本書，有冇話？好多噶，而家譬如旺角嗰啲樓上書店，講得名個聚賢啊嗰啲一定有嘅，一拳啊、七分一啊嗰啲都有嘅。咁跟住至於，因為出版社都有揾嗰啲化學公司去化學商去出，咁所以嗰啲三中商嗰啲嘅分店應該都有啲。應該都有嘅，咁所以可以去揾揾。咁大家記住買翻本嚟睇。咁今日都差唔多啦，都感謝。好多謝周師。好，咁好啦。好，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